代表機管局感謝參與這次活動的所有的藝術家和音樂家，希望在暑假期間香港國際機場能夠為香港的旅客帶來一個嶄新的體驗。多謝大家，真的希望赤鱲角機場是成為我們香港人自己的機場，我們在注入我們本土文化一些藝術元素，我想是能夠是令到更多的香港人是有認同和支持，這個會起到一個很正面的作用。一声，我系。